大家好，我是胡福骑射，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。今天晚上呢，来给大家呢，做一个这个叫做急救先锋的一款玩具。它呢是使用了 Hasbro MPM 第11号MPM 飞轮所做了一个精图没有放大的一个改良的模具。那我们的话呢，还是稍微聊一下啊，这一款我给予非常高度评价的 MPM 第11款。那么它的话呢，目前的台湾的贩售价格呢，正版的话呢，这个是将近台币要4000块钱左右，可以说是非常昂贵的一个玩具。而实际上的话呢，它的这个模具呢，我个人是给予很高度的评价的。那这个玩具的开箱呢，也是我 MPM 系列的话呢，算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ending 的收尾。那么当时的话呢，它的一个这个色彩非常的奥妙啊。我发现我的这个拍出来的颜色呢，跟很多人拍出来的这个色彩呢，都有着非常大的一个不同。那 anyway，当时的话呢，也是算准了说呢，迟早会有所谓的一个精图的版本呢，确实很快的就出现了。那我们就直截了当的呢，拿一个所谓的正版跟一个盗版的一个对比啊，请各位认清楚啊，我的这个左手边啊，这个左手边这个呢，才是一个。这个是正版啊，我的右手边啊是一个盗版的玩具，千万是不要买错了啊！我知道这个说起来是，不懂变形金刚的人可能会觉得说有这种事啊，确实就是有这样子的事情。其实它整个一个精图的改良最多的地方呢，我个人认为还是在这个脚后跟、小腿的一个部分改良很多，尤其是特别是后面这一带的部分，你可以看到这里，整个一个色块呢是几乎是全部是一坨的。但是这个精图版本的话呢，就是在这个内外呢做了一个非常多的，有点类似于是金属骨骼的一个感觉，内骨骼跟外装甲的一个感觉，这个差别就非常的大了。再来是呢，它所有身上呢原本这一种塑胶的这个颜色的话呢，全部的话呢变成深色的塑胶或者是金属色的一个涂装，那么透明件的玻璃呢？好像是这个 KO 的这个版本是稍微有加深一点点，然后后方这一带啊，这个原本的这些字体的话呢，在这个的话呢，只是做了一个更好的美工效果啊，显然是找了一个比较好的小编，然后这个车子的一个侧边这一带，这个花纹的话呢，也是加上了更加明显的白边，那这个是原本的一个模具，可能是它原本的这个柠檬黄吧。而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深黄的颜色，所以中间的这个白痕，把白线的话呢就更加的明显。然后上方这一带啊也提过了，这个原本这种塑胶灰的部分呢，全部变成了一个金属灰的感觉。那我们来看到一个人物的顶部啊，人物的顶部呢，从上面看下去呢，也是有一些比较多的一个改良的啊，还是一样，这种灰色全部都改过去了，以及这一条部件啊，这条部件啊，原本的模具是荧光的，但是呢，这一次的话呢。直接改成了是一个铁灰色啊，这一点改良的话呢，倒是比较大一点啊。从上方来看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对比到啊，这个分色来说，确实精图版是有它一套的。再来就是这个面部了啊，这个是它原本的一个头雕啊，塑胶的灰色。然后呢，这是一个精图过后的版本啊，有着非常大的一个不同啊。嘴巴的话呢，还是一样是可以张开，一样是可以张得开的，那一样可以合起来。而且呢，并没有因为这个漆面的关系呢，导致于说张不开啊，还是一样的啊，没有问题。那身上的话呢，这个地方啊，这个组合部件这里啊，不知道为什么有个非常大的一个水口啊，我初拿到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不是断件了，其实并不是，它只是一个水口而已。然后肚子的部分也可以看到啊，主要还是原本的这种塑胶灰。啊，全部变成的是一个比较偏金属的一个感觉，然后大腿内部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飞轮的一个象征啊，也是特别有做出区分啊。它并不是只有银色，它里头还有银色跟铁灰色两层的分色了啊。然后小腿内侧啊，也都是因为分色的增加的话呢，导致于人物的立体感有非常大的一个加强。那这个身上这个红色线条啊，这个增加的加分的话呢，这个就不在话下了啊。那么比较完了这个涂装的部分呢、玩具拿起来的一个重量感，这个似乎这个 KO 版本好像是稍微重一点点。那么在原本模具的话呢，它是这个脚尖的部分呢、是金属合金的，但是呢这一次的话呢，我但摸了一下，好像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好像也是只有这里吧，其他地方好像感觉没有增加合金部件啊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它感觉好像有变得更重啊。
啊，还是说其他地方也是金属的，我没有发现到，还怎么样？我一直在摸这个地方，可是这个温度感觉不出来到底是有没有金属部件。那我们来看它的齿轮关节啊，原本这个模具有的一个部分呢，它通通都有，而且声音呢会更加的响亮啊。比方说这个手轴，啊，对了，我提一下啊，它这个炮弹啊，这个炮弹，它这个部分的侧边件它只有一枚导弹啊，但是呢，在正版的话是有一对，是两个。那我有询问了一下啊，确实是到时候大货的话会有两个。啊，所以这个是他们以后大货会有两个，各位记得就行了。然后这个，你听一下这个声音，好，跟这个，显然是 KO 的，好像会更加的响亮啊，对吧？然后这个脚前后踢，还有膝盖，尤其是膝盖，这个声音，主要是这个膝盖，我们可以来区分一下膝盖的这个声音，啊，前后，大腿。这个齿轮的关节的声音是非常清脆、非常响亮的哦。还有这个枪啊，这个里头啊有这个注入能量的这个感觉的这个涂装啊。这个 OK 好吧，反正涂装这个部分我已经提到，不想再提了。然后在金属的这个部件上，你去上漆啊，确实是比较容易去刮花的。这个变形的时候呢，是可能是比较难去避免，尽量的小心一点。甚至你有可能一开合的时候呢，就有一些小刮伤。那 anyway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彻底彻头彻尾的精图吧啊，那公差啦、金属的这个部件还有齿轮的关节的话呢，也都没有进行任何一点的省略就是了。那我们来看到这一款急救先锋的车形态。首先呢，在完全变形的情况下呢，滚动性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所有的轮子呢都能够正确的着地。那武器的搭载呢，也可以佩戴枪在上面，后面的话呢可以佩戴这一个电锯，以及呢它的这个导弹的部分啊。再次强调啊，正确大货的时候呢，应该是会有两个，而不是只有一个。那么头的话呢，一样是把它转到后方。底部的话呢，收纳的部分的话呢，就跟正版是完全一样啊。那侧边可以给各位看一下接缝的一个部分啊。这一带的话呢，我已经努力了，但似乎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啊，不知道是不是我变形没有到位还是怎么样。那整个在变形的时候呢，手感非常非常的紧，还是那么一句话啊，这一款的话呢，由于整个有漆面的关系呢，在部件的推移转动的时候呢，特别是这个变形的时候是有个腰转的，这个腰的话呢。我会建议啊，如果真的很紧，还是上个细油好了，因为它紧的程度，以我手上这一款呢，确实是超乎想象之外的，国中生的水准。那么它的一个正版跟这个精图版的一个对比，做个简单的小小的比较啊。首先的话呢，在原本的模具呢，它是这个已经是柠檬黄还是什么来着，就是一个非常亮的一个颜色。那么身上的这个部件的话，整个这个。黄色应该是说亮黄色部分，整个对比度是整个是完全是下降的。再来是原本模具这里的一个色差的部分，因为这是上漆，这是一个塑胶的一个部件。那这个 KO 版的话呢，它是全部都上统一的一个颜色，所以在这个整个色差的部分是有一个很大的改善。再来，我们一样都是聊涂装吧啊，它的这个心跳线的话呢，由于旁边的这个黄色是变得暗沉了。所以这个白边就显得更加的明显。原本呢，这个模具也是有白边，但是由于底色比较亮，就感觉是没有那么样的清晰了。再来就是它的一个轮框的部分，这个是原本模具的一个轮框，上中间那一段，而这个 KO 版的话是整个下上的更多一点点。然后这个字体的部分啊，它也是一样啊，就是这个是加了黑边，然后就看起来这个字体。就凸显的更多，这个呢只有这个橘色，但是没有一个，勾边，所以色彩的部分呢，确实就有差别。那我想这个涂装的部分呢，已经讲到不知道怎么讲了。那滚动性的话呢，都是一样，非常的好啊。那你可以看一下，我这样一起推啊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续航力来说呢，还是以官方的模具比较好，这个证明它的一个滚动性呢是比较优秀的。那整体来说的话呢，这是一款呢展示性呢超级一流的玩具，跟。之前那个 X 的闪电如出一辙，都是展示性呢会高过于正版非常多的。但是呢，以把玩的整个手感来说的话呢，以手上这一款的话呢，这个正版的 MPM 11在把玩的手感上
是胜过这个 KO 版本，是胜过大概百分之，不要说200%，大概胜过100%吧。这个变形推移的手感的话呢 ，NPM 十一呢是非常棒的一个模具了啊。这一款完全就是在涂装部分呢给做一个压倒性的胜出，但是价格却只有它的一半啊，这个就很难跟你说这到底是要正版收藏还是盗版把玩了。我现在已经这个道理已经真的是已经不知道，这句话已经变成不是一个通用的道理了啊、哦！这个真的是这再次的证明啊，盗版混蛋啊！你做成这样，让我们以前那句老话就讲不通了啊！那今天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